曾经想过就这样陪你一起走到天涯，携手一路到天明。我是淮北的，我是淮北的，兄弟很老实啊，兄弟很老实啊，兄弟啥也没说啦，兄弟，兄弟老实的不得了，穿上棉袄，哥哥热死了，热死了，热死了，不行，那是不可以的，热死了。下次你们来看我，我就中暑了，我中暑了。就是有些人啊，真的是，有些人你真的是，哎，你说。为什么老是结束？我哪知道啊！就是想让我凑近一点看我这大脸盘子呗。哼，烦死了，烦死掉了，烦人。脸盘子肉好，等会我就那个啥，我直接把我这大脸盘子，然后往屏幕上一凑，你们来沾沾福气，我们来一起沾沾福气。我没有哈，我没有。如果我是真的是违规的话，我直接关播了，我就开不了了哈。如果我真的是我真的违规了，我肯定就开不了了，就直接就是我开不了了，就给我封了，封6个小时或者封几天之类的，就这样子。知道吧，咱要是违规的话能播了吗？显然是不能啊，就是有那么一帮无聊的人，咱们岔开这个话题啊，岔开这个话题，不理他们，不理，稍微等我一下。大的小的都一样，大的小的都一样，没有，大的小的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是大的小的都一样，因为他知道你的号吗？你不管是大号还是小号，他都会去啊给你插那么一脚，就是吧？你敢加入我的，你敢加入小黑粉，我哐哐给你两巴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我气死了，本来我是那个刚找到一点那种就是之前那种感觉，给他哐哐哐的，我都想扇他，我想扇他，你说。对，你俩一起。今天有小铃铛，对，今天有，然后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哥哥们，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。我们视频右下角有个金色铃铛，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，是免费下载安装手机号注册，免费下载手机号注册，我登录一下子。然后下载好了之后，我们右上角有个放大镜，我们来搜索8669。我先看一下啊，我今天这段时间这几天网络有点不好，咱们不要谈论这个话题了，就是别人想做什么事，咱们阻挡不了，所以把这个忘了啊，我都忘了。真网咋不好？搜索，我们下载好铃铛，搜索8669，然后这个啊，胶田软妹，点一下这个，就直接就来到我们派对了。没有下载哥抓紧时间啊！今天的话有9位小姐姐。对，不说了，别人想做什么事我们阻挡不了，他们想干嘛我们阻挡不了，我们是做好自己就行了。哎呦，我一激动我嗓子都疼了，我去。8669啊，房间号是8669，没有下载的哥哥抓紧时间，想看想那个有御姐萝莉，
还有那个什么你们朗诵的那个夹子音，夹子音我是真的不会，就是我是真的不会。我情绪一上头就容易激动啊，就容易控制不住我的情绪啊。我要知道他的水，我咔吧咔吧，我给他扔出来，让你们大家来处置他。没有下载铃铛的，视频右下角有个金色铃铛，是免费下载安装手机号注册。注册好了之后，右上角有个放大镜，我们来搜索8669，8669，然后进入派对之后，大内打一个大内，派对里面打个大内 ，OK 不？九位小姐姐啊，今天有人呢哈，今天有人呢。哎，白人，我想催人。没有下载了，我们去下载一个先，去下载一个。房间号是8669，8669。小姐妹呀、啊，美女呀、啊，全是小姐姐。没有下载了，我们现在决定去下载一个，是免费下载安装手机号注册，手机号注册。我们房间里面的哥哥都可以下载，每个人都可以下载，因为这个的话，之前老师挂的是那个，是另外一个，他去这个话大家都可以去下载。哎呦我天，我今天晚上又吃撑了，我去，一天比一天没了，必须的。没有下载了，我们抓紧时间去下载，免费下载安装手机号注册，抓紧时间啊。这个今天这个时间不是很多哈，下来找不到我，8669，8669，8669，40分钟就没有了，8669。我告诉你，妹子能喝多少？妹子的话，那个什么，雪花不飘，妹子不飘。8669。都去占一个小味儿啊。那白酒那更不用说，那白的那更不用说了，那就当水喝的，那就当纯净水喝的，你开那玩笑吧，那就是纯净水，就是用来解渴的，那就是用来解渴的。视频右下角去下载一个小铃铛，是免费下载安装注册，注册好了之后右上角有个放大镜，我们去搜索8669，8669，8669啊，二还是一啊，抓紧时间呢。40分钟就没有了，我们就下播了，我们下播就去派对里面去了，兄弟们冲啊！你下载了你就能看到了呀，下载好之后搜索8669，然后你就知道了呀，你先去下载，下载是免费下载安装手机号注册，你先去下载了。对，十一点，没有下载你们抓紧时间去哦，抓紧时间去哦。这里啊，这里的金色铃铛，点一下铃铛，
点一下脸当，谢谢兄弟，立即下载是免费下载，安装手机号注册。注册好了，我们来到主页，然后右上角有个放大镜，点一下，我们来搜索8669，哪去了，在这里，8669，不要找错了，这个就是直接点一下就 O 了，直接点一下就 O 了。九位小姐姐，明天周五不上班，谁不上班呀？上班啊，上班呗，上班呗。礼拜六礼拜天应该都大家都是休息的，好热呀。那你安逸哦。没有下载的哥，我们现在点进去下载是免费下载，安装手机号注册了，手机号注册。喜欢萌妹的、御姐的、萝莉音的，通通通通。谢谢广东，谢谢。谢谢关注，没有下载的抓紧时间啦，抓紧的。抓紧的哦。喜欢就留个关注嘛，喜欢就留个关注，以后我开播你天天来，喜欢我们就把关注点一下。关注点一下，喉咙有痰，咳不出来，难受死了。现在又玩啥？你去下载一个嘛，你去下载一个。现在是去油，去油，免费下载，油去免费下载，安装手机号注册的。今天有九位小姐姐啊，九位小姐姐。对，所以说大家要平时要注意好身体，注意好身体，不要感冒了，不要感冒了，我都热死了。不是游戏啊，不是游戏。